那么入木呢？入木就说明它不起作用了，几乎已经不起作用了。那么如果你的甲辰人，如果壬水入了木的话，你现在就不旺嘛，不旺你现在就无能为力嘛，你入了木了呀，对吧？所以要结合，首先要看鸡行入木，空王啊是降到只剩20%的力量，但是空王有一个说法叫什么呢？能填实。或者叫冲石，比如这个空了啊，这儿是临什么能冲它，甭管哪儿冲，能把它冲一下就填冲石了。大家记住，冲石的能量比填石的能量还要大，这是在奇门遁甲里这么讲的，冲石的能量比填石要大啊，记住这个。那么鸡行还有一种说法，入木破鸡行，我入了木了，你上哪行我去，你行不着我了。或者被冲啊，被冲是入了木，被冲又能冲出来。哎，还有这个啊，这跟八字上的有相同的地方。比如入木了，一看入木不好，单看有没有冲，一冲又把它冲出来了，也行，冲出来更旺，从木里给冲出来的更旺啊，是这么来看的。这些概念是必须要记住的，也要明白的。还有一概念啊，断起来将来什么呢？三七六仪和三七六仪说话，互相比较。天盘的三七六仪和地盘的三七六仪互相比较，那么门和门比较，你就先记门和门比较，星和星比较，神和神比较，但是同时所有的东西还要跟宫位所比较，都要跟结合宫位比较，结合完宫位在他们同类之间相比较，就这个意思。然后说门破，门破大家基本上也知道了，只要这个门落到了门克的宫位，我克我破，哎，是这么个意思。克我没事，顶多是个弱，哎，生我是旺，或者比合都叫旺，就是和宫的五行属性相同，这就是比较旺，或者是这个宫生我啊，比较旺，这是门。那再讲一个什么呢？先说反淫，福淫，大家知道福淫就是比肩重叠。什么叫反淫呢？我给举个例子啊，这儿是修，正对的是完全对立的不同的五行属性，水和火。如果这个门从指使门在这儿的话，修生度景死经开，变成是这样的话，是不是每一个都是相对，这儿是生这儿是死，结果掉了个了，这儿是度这儿是开也掉了个了，这儿是景这儿是修掉了个了，这边是经这边是伤也掉了个，就完全大掉个，每一个都掉个，每一个都对角冲了，这就叫反淫。星也是一样，九星也是，九星是蓬，如果蓬在这儿的话，那全局就反淫了，就完全相反了，就叫反淫。记住这个啊，将来有什么说法再说啊，别着急。三七六仪不存在，因为三七六仪本来就是每个宫乱飞。这个就是门，因为门是这么顺，这叫转盘，星也是转盘啊，直符没有啊，八神也没有，只有门和星，这叫转盘。它不是按那个九宫的顺序飞，九星的顺序飞啊，所以只有星和门有反淫。福淫，因为现在没有讲天盘，我大概说一句，福淫是什么意思？比如刚才的啊，比如是戊己庚辛壬癸丁丙乙，比如遇到天盘上的壬戌乙辛己癸，是不是重叠了？这就叫福淫，天地盘福淫，天地的三七六仪盘福淫。如果再加上天盘的九星和地盘的九星重叠，地盘的八门和天盘的八门也重叠，这叫大福淫，就是全盘福淫。福淫代表什么？咱们讲一个道理，代表这个盘没转，没转是什么？是不是停着呢？叫停滞不前。所以福淫就代表停止，或者叫停滞，代表这个意思。那么如果你断事儿的话，看到福淫局的话，肯定这件事儿停住了，一点都走不了，动不了，完全停，静止状态，这就叫福淫。福淫的意思就是重叠。因为什么？如果你走起来的话，它盘是转的，转起来以后，这个丁指不定跑哪儿去了，庚也指不定跑哪儿去了，这是起码它是活的，活的它才有能看出当前你怎么样啦，去了哪儿啦，挣不挣钱呀，哎，等等等等的事儿。
如果你天地浮淫嘎锁死了，所以这东西就不行，因为它也不带 ABS 啊，没有防抱死，所以它一浮淫你就锁死了，锁死了以后这信息就成了停滞不前的信息了啊。